中美关系对于中美两国以及世界人民来说都非常重要，我们说是一个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。那么今天中美关系已经取得了很大发展，那么同时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。那么我想尼克松当初访问的时候，中美关系也很多的分歧和矛盾，甚至那时候的分歧和矛盾要比现在大得多，但是那时候我们两国的领导人能够克服我们双边关系中的一些分歧，为了一个共同的利益走到一起。所以我觉得这是尼克松这个1972年访华对我们现在中美关系的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启示，就是我们应该致力于扩大我们的利益的汇合点，我们应该做大我们共同利益的蛋糕，我们应该进一步推进我们互利共赢的合作，然后来这个推动一个长久和这个健康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。That's a picture of amazing. You know, they're all history here, right here. I love pictures in China. Every time I go to Shanghai, I always take a picture.